博弈凤凰灯区的这个区块，它可以用你可以裸视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3D 的一个呈现效果。那包含了它用了最新的科技，那把光影跟声音做结合，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，是突破以往的一个闪灯的一个界限，让你民众来的时候它可以看得到，那可以又有玩的一个性质。这是全新的一个打造灯饰的跟灯会的一个模式。是360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展示的部分，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台湾的美好的景色。在绕过来的这个边来讲的话，它是看到的就是说台日友好共同的那个在这个车站的名称，那还有我们现场来的各个国家的一个景点。我们这一座灯的部分呢，希望能够达到就是说让游客来到现场看到的不同的一个方向，那它的跟以往的一个灯艺的方式是不同的，那用创新的科技的手法，那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赏灯的一个观赏的一个模式，让他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所看到的东西，他会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感觉，视觉效果。